U-Star 大專做大事，自信、膽識、刻苦，你要對自己有要求。需要不停上進，你對自己很有信心，咁你做每一件事都要戰勝一切。我覺得有吉事，點解呢？因為你會面對好多唔同嘅嘢。肯去嘗試，夠膽去嘗試，呢個最緊要。即係你入呢行，唔係淨係做一樣嘢噶嘛，同埋你自己玩自己試好冇所謂。你接拜留片上網是無所謂，但是入醫學你真的要別人都識。一條心去做一件事就一定會成功咯。Battle 入面邊個入圍仲未知道，因為我未俾分啊嘛，等你投票選出 U Star 12強先啦。